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Your seat number is indicated on the edge of the overhead bin. Please take your assigned seats. Your carry-on baggage can be placed in the overhead bin or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For the convenience of other passengers, please keep the aisle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你看，又有一个起飞了，四个七已经离地了，啊，是空客的330-900的型号，啊，双发的，啊，涡扇比较大，啊，它已经离地了，后面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啊，也要离地了，哦呦呦，哦呦，拖尾巴了，来，我们关掉引擎，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跑道，4-5也要准备离地了，所有同学们，还有4-3、15-7，然后还有0717，还有XK同学也来了，对，他们马上就要离地了。来，我们看一下4-5离地啊。4-5应该是跟塔台汇报当中，然后准备起飞啊。塔台等允许他起飞之后呢，他就会起飞。OK， 他已经起飞了啊，马上就要离地了。OK， 我看到了我们的啊光速航空啊，加油！我相信你可以起飞的，加油！我们需要排队呀啊，我这边还有两架飞机呢，我哪那么快起飞？坐过飞机的同学应该都懂啊，咱不要催好不好？来，我们的XK同学也起飞了，来，哎，你们两架。啊，准备起飞。15-7也开始起飞了，战斗机。哇，这声音是真的大哎，那音浪。我的天。来，我们的0717同学短时间起飞。好，我发现你没有地景啊，你到我们的精英那个小组里啊，把地景下了啊，啊，地景都是免费的，还有飞机也是免费的。0717听到的话请回复啊，频率是131.什么来着，忘了。对，刚刚那是战斗机啊，都是玩家，我这里是没有战斗机的啊，不是，我这里是没有 AI 的啊，都是玩家，对，都是我们 CAA 编队小组的，我是4-6，对。来，我们进入等待区，准备和塔台汇报，准备起飞。对，你看天上都是 CAA 的啊，对，我们的专属团队。晚上看不见，对，是看不见。这个不像其他游戏啊，晚上很真实，就跟你真实在飞机里面是一个效果，什么也看不见，哎，只能看这一盏胆灯。来，我们最后起飞前再次确认，空姐。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your waiting. Our aircraft will be taken off shortly.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securely fastened. Thank you. 客舱乘务员各就各位。Cabin crew, get ready for takeoff. OK, 走。我们跟塔台汇报完了，而且空姐也跟大家说完了啊，我们马上就要起飞，进入我们的主跑道。哦，这是个上坡吗？哦呦我去，这是个上坡！我说怎么加了这么大油门上不去？哎，我们再加大点油门。OK， 可以了。我的天，这是个上坡，这坡建的哎。麻溜的喽，好嘞，麻溜的走喽，我们已经进入我们的主跑道了，准备起飞，所有同学们系好安全带，卫生间暂停使用，收起您的遮阳板啊，收起您的小桌板，我们正式起飞。这是个上坡，不好拐弯嘿，这是谁？8688是谁？不认识。我们今天是成都飞往重庆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家人们啊，没有点赞的同学可以点赞，给我们的赞点到10万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同学可以点波小小的关注键。哎，这个人他不走的吗？来，我们先不管他了。啊，他走了。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驾驶室，打开我们的襟翼。我们的襟翼打开时间是需要稍微的等一下的。等一下的时间呢，我们正好输入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导航啊，过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成都 Z-UUU，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Z-UUU， 输入一下出发点，然后我们现在哦，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打开地图之后呢没有航线，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输入 MCTU 啊。我们输入一个成都 Z-UUU， 再输入一个重庆江北 Z-UCK，
我们找到 ZUCK 啊，然后大家再看一下右边的小地图，发现会有一段导航，对，这就是啊 MCDU 的一个作用，没有它你是找不到目的地的。对，好了，我们关掉我们的减速板啊，准备起飞，进入我们的主驾驶，关掉我们的音乐，关掉我们的地图。说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同学在公屏扣一，我们马上走了。然后屏幕左上方的福袋里面是有游戏名字的，不知道游戏名的同学屏幕左上方的福袋去看一下。然后想用手机玩的同学，屏幕正下方小风车里找到我们的小熊云电脑，在里面找模拟飞行，就可以玩到相同类型的模拟类的飞行游戏。然后里面是有包月或者是包年会员的，我建议大家还是包年的好一些，比较划算，所有的游戏即点即玩，不需要下载。 OK， 我们准备走了，3、2、1出发。准备拉杆，慢慢腾起，OK， 我们来看一下重庆江北的重度双流国际机场，前面大家所看到的那个机场就是啊，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对，大家所喜欢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红包没有了，大家稍等啊，我飞上天空以后，我把轮子收一下，然后给大家看完机场之后，我去把红包给大家发一下。对，大家想要多大的红包，可以在公屏告诉我，1000的还是10000的，或者是5000的，什么玩意儿在我后面？啊，速七战斗机，妈耶，吓我一跳！啊，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驾驶室。然后关掉我们的起落架，关掉我们的静翼。OK， 来看一下我们起落架是否回收正常。OK， 起落架回收正常，下6700保持是吗？好嘞。哎呦，这边天气不怎么好哎嘿。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自动驾驶，打开我们的自动油门，打开我们的飞行指挥器，打开我们的这三个按钮，然后高度呢，我们给它定到